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人群中不再多言谈笑，这不上不下的年纪学会向生活讨好，柴米半生挣那三餐饭饱，把心事锁进了眉梢，慢慢学会弯下了腰。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准备和大家一块儿呢，来共同回顾一下我们宋词牌系列之二啊第八讲《点绛唇》词牌来历及历史分析。大家都好啊。《点绛唇》这个词牌啊，确实很富有诗意。很多的词牌呢，它的出处啊，都不太好考证了。但是《点绛唇》这个来历倒是非常的清晰。绛，它的意思就是赤色、火红色。点绛唇是古代的女子把嘴唇点成红色，有点像我们现代的抹口红，但是呢和我们现在抹口红的这个部位啊不完全相同，它只点上下唇一个红色的半圆，也就是整个的上唇加下唇，就好像一个就是红色的圆形的形状啊，合起来呈现出一个樱桃小口。那么这个樱桃小口从哪来的？人的嘴怎么能长得像樱桃嘞？就是这个点绛唇点出来的效果。上嘴唇啊一个红色的半圆，下嘴唇一个红色的半圆，放一起就像一颗圆圆的红樱桃一样。那么我们以前都说樱桃小口啊，谁的嘴也长得不能像一个樱桃，是不是？那么这个美丽的词牌名啊，源自于南朝一位文学家叫江淹的诗。江淹的诗题目呢《咏美人春游》啊。这个提起这个江淹啊，大家应该能想到一个成语叫江郎才尽，对不对？还有个江笔啊，梦笔生花，都是由这个江淹而来。那么他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江南二月春，首先地点是江南啊，然后时间呢是二月的春天早春，东风转绿屏啊，春风从绿屏上啊，绿屏之末吹过来，是吧？不知谁家子，不知道是谁家的一个年轻的女子。所以这个子呢，不一定是儿子啊，女子也叫子啊。堪花桃李金啊，在这个桃李金啊，开满桃花李花的一个渡口那边，看花了啊。白雪凝琼貌啊，也就是说她的脸啊好像是用白雪做成的啊，白玉做成的啊，那一张脸。明珠点绛唇，大家注意啊，这个点绛唇这个名字就出来了，是不是啊？就是说她点的火红火红的那个嘴唇呀，就好像一颗大大的明珠一样。行人闲膝下，闲是兜拳啊，
那些路过的人啊，都停下了车子，西驾啊，停下车子，蒸米洛川神，蒸着把它比作什么呢？是比作洛河的神啊，女神。那么这就是点绛唇最初的一个来历。实际呢，它就是啊、写一个美女啊，一个青年女子带来的那种青春靓丽，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一个享受。那么这个江淹呢，据说他这个年轻时文采出众，到底这个文采是从哪来的呢？据说是因为他在做梦的时候啊，得到了仙人赠送的一支这个五色笔，后来文采呢渐渐没有以前经验了啊，有人说就是说他的五色笔啊，五彩笔就被仙人要回去了啊，所以就江郎才尽了，是吧？啊，那么将点绛唇这个小令啊，它是双调，双调，正体共有41个字啊，字数很少，但是呢，它是一个仄韵诗啊，仄韵的，前段4句20个字。后段5句21个字，除前后段的第一句不押韵之外，其余各句都要押韵，而且押的是仄声韵啊，是仄声韵，而且这个前后段一韵到底，押同一个韵部的啊，同一个韵部的。因为这个宋代的时候，一个王禹贞的，他的词名呢叫点樱桃啊，就像一个红红的樱桃一样，是吧？所以这个点樱桃呢也是点绛唇的啊别称。王世鹏的这个词名呢叫18香啊，18香也成了这个词牌名。张济慈有邀月过南浦啊，所以说南浦呢，南浦月就成了这个词牌名。因为这个词牌名不只是点绛唇啊，如果你看到这个点樱桃也是它，18香也是它啊，南浦月也是它，还有遥隔沙头雨，所以这个沙头雨也是它的词牌名。还叫韩彪的，这个字读彪啊，三点水加个老虎，这个字读彪。韩彪的词有更月寻瑶草，寻瑶草也是他的名字。在京剧里啊，点绛唇又通称为点绛啊，这个词这个曲调啊用作元帅升帐啊，江湖豪客他的一个大排场排山，作用是为了表现场面的宏大和增强气氛啊。这个词调呢是谁创调的呢？是冯延巳，大家记着他。点绛唇最初的由来是冯延巳，其他唐五代词人呢很少用这个调，但是宋代的人用这个调的呢非常之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对点绛唇有一个大约的一个印象。首先，点绛唇来自于谁啊？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江淹，是不是啊？江淹有什么句一个词句子啊？明珠点绛唇啊。另外呢，我们知道他是个小令，总计41个字，押仄韵，上下片的第一句不押韵，其余的各句都押韵啊，押的是仄声韵，那么这就好记了，是不是？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例词分析。我们首先第一个例词呢是李清照的，这个字读醋啊，别读成旧，这个字读醋啊，醋罢秋千。那么我们古代宋代的时候有一种游戏叫蹴鞠，实际就是踢球啊，
所以这个醋呢就是踏踢的意思啊，踢踏。那么这个秋千呢怎么能踢踏呢？实际就是荡罢秋千啊，醋罢秋千啊，就是说荡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对，高俅就喜欢蹴鞠。那么首先它是动作描写，那有一个主人公他先是在那儿荡了一会儿秋千，然后呢又懒洋洋的去整理一下自己的纤纤小手。那么从前两句这个动作描写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猜出这个主人公的主人公的这个身份？谁有时间去荡秋千？谁喜欢去荡秋千？对吧？而且那个农村的女子，那个小户人家有没有那个空闲和情趣去荡秋千？对吧？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小户人家，一个大户人家的青年女子，对吧？露农花瘦，露农花瘦，注意这个第三句它是一个警语写景。前两句是写动作动作描写，这一句呢是情景环境。露农花瘦，它其实呢在这里就是说这个花还没有怎么开呢，薄汗轻衣透这也是对它的一个就是外貌描写，是吧？它单薄的衣服已经被这个那个微微的汗水给透出来了，是吧？透到他的衣服上。那么上片其实呢是交代了一个故事，对吧？一个女子是吧，在这个家里面荡秋千，然后呢懒洋洋的站了起来，是吧？显得很无聊了然后呢露农花瘦，其实这个女子呢她其实也是百无聊赖，对不对？闲着没事儿，闲着无聊然后呢一直荡到薄汗轻衣透。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写花瘦？花瘦有两个，一个呢花还没开，第二个呢花渐渐的要落了。那么这个瘦字我们再仔细品味一下，它是指花没有完全绽开，还是说这个花已经落了不少呢？是第一种打个一，是第二种打个二。露农花瘦，大家认为是早春还是晚春？一早春，二晚春，看看大家怎么来判断。好的好的好的，大家早晚的都有没关系，我们接着来分析见客入来突然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对，蓝先生说的很好，把青梅嗅，这时候梅花都落了，小梅子都长出来了，是不是对，所以这个应该是晚春见客入来这个客，有人说这个其实就是写对，还有薄汗，对吧？这个薄汗也说明到了晚春，是不是所以这个瘦它有一个呼应，第一个天暖和了，第二个梅子已经长出来了，是吧
有人说这是李清照一个写自己的故事啊，这个也没有毛病，确实有点像青少女时期的啊李清照自己，但是呢也有可能写其他的一个女孩子啊。见客入来，突然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一个生客，是不是啊？袜蝉金钗溜，那么这个袜蝉是什么意思啊？嗯，晚春初夏没有露水，那么不是这样的啊。那个子欣啊，我对这个晚春的这个还是很有印象的。为什么呢？小时候我家里啊种了一些中药啊，尤其是那种芍药啊。当那个芍药花开的时候啊，已经到了晚春。那么早上起来啊，我就到那个芍药花地里面去干什么呢？去舔那个花骨朵上面的那个露水啊。我记得非常清晰啊，那个露水你舔一下，你有一点小毛病啊，就给你治好了，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舔一舔那个芍药花朵的花骨朵上面的露水就好了啊。所以露浓花瘦，确实晚春有这种现象啊。对，所以小时候我很少生病，没睡的时候早上就起来啊，晚春的时候到那个芍药地里面啊，舔那个花骨朵上面的露水，它甜滋滋的，当然呢那个味道呢不是说像蔗糖那么啊纯粹的甜，带点那个药味儿，口感很好，然后呢后味就不太好了啊。没事没事，这个字呢不读溜而读溜啊。那么袜蝉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本来应该是穿着鞋子的，结果打罢秋千之后呢还没有穿好，突然客人来了啊，急急忙忙的穿着袜子就跑了，也就是没穿鞋子，光着袜子没穿鞋，就是那一种狼狈的一种慌张的那个形象，是吧？金钗溜，溜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斜坠下来。因为本来这个金钗呢应该是戴的周周正正的，是吧？结果呢在荡秋千的时候可能这个金钗呢它比较重啊，在头发上没有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啊，就滑了下来。一个袜蝉，一个金钗溜，说明这个女子看到来了客人之后那种匆匆忙忙那种慌张的那个窘态啊。对，或羞走啊，或羞是带着一种害羞，这个走是跑啊，这个走是跑，你跑就跑回去呗，但是呢倚门回首啊，跑到门旁靠在门那个地方啊，又回过头来，把这个少女的那种娇憨的神态写得非常的传神，是不是啊？倚门回首，对吧？靠着门，说跑又没跑到地方，没跑到卧室，却把青梅嗅啊，倚门回首，没事干，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客人假装干什么？嗅着那个青梅，这梅子不错，实际呢这是欲盖弥彰，对吧？想看那个客，对不对？目的是想看个客。好，我们就着这个例词啊来看一看这个点绛唇的体例。第一句四个字，不押韵啊，不押韵，蹴罢秋千啊，仄仄平平，起来拥枕纤纤手，那么这个手这个地方就押韵了，是不是啊？露浓花瘦，瘦押韵了，然后青衣透，是不是啊？手瘦透，然后呢下片
来不押韵，然后六走手秀上片三个韵字啊，上片三个韵字，四句里面只有第一句不押韵，下片五句里面只有第一句不押韵，剩下的四句全部押韵啊，这是这个词牌的啊一个显著的特征，押的是仄韵啊，押的是仄韵。那么这个其实宋词好多它就是写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大家首先啊在学写词的时候啊啊不要有一种畏惧心理，是吧？你就讲讲故事，对吧？啊把它啊这个故事啊给它渲染一下它的环境。你看我们这首词它其实就讲着啊一个女孩子看到客人来的那种娇憨的啊那种情态。蹴罢秋千是吧，起来拥枕纤纤手，前两句它就是动作描写是吧，起来拥枕纤纤手写出这个女子啊这个少女的啊她那种比较可爱的青春的形象是吧，当然也有一种啊比较无聊是吧。露浓花瘦其实呢是借助春天快要过去啊，写出这个女子她对啊这个爱情对婚姻的那种向往，是不是啊？薄汗轻衣透，这是呼应这个露浓花瘦的这么一个季节特点。见客入来，这是故事的发展啊，故事的发展开始是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女子在荡秋千。啊，然后来了客人了是吧，这是高潮是吧，袜缠金钗六，你看他慌慌张张的啊，鞋子也不顾得穿啊，头上的金钗也不顾得整一整，然后呢是带着一种啊害羞转脸就跑，你跑就跑到家里面呗，跑到闺房里面吗？没有，跑到门旁啊，一门回首，又怕人家啊说他无礼，所以呢却把青梅嗅。那么有人就说这是李清照啊和这个赵明诚啊第一次见面的情况，那也有可能啊啊这种可能有，但是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啊不是写自己，而是写出一个青春少女的那种娇憨的那种可爱的形象是吧。嗯，好，我们看第二首。归思，注意这个思念的思在这里就读成思啊，读成思，因为它当名词使用的时候啊我们一般都读第四声归思啊，像那个马致远的秋思啊，秋思，寂寞深闺啊，首先给我们一个啊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吧？什么样的深闺啊？连用了两个形容词，又是寂寞，又是深啊，一个闺房，柔肠一寸愁千缕啊。那么第二句，其实呢，就是写出人物了。啊，写出这个人物的情态，柔肠一寸啊，实际就是柔肠寸断了是吧，柔肠寸断，愁千缕，一千，这就使这个句子呢前四后三形成一种啊紧密的呼应啊，紧密的呼应，柔肠一寸，一寸柔肠里面都包含着千缕愁，其实呢这是一种夸张，对不对？一千，结果你看这个七言句就被紧密的啊给封在了一起，织在了一起是吧。惜春春去，虽然啊很珍惜春天，但是春天还是离开了，
几点催花语。那么上片其实呢就是勾画了一个画面，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一个深深的闺房里面，实际呢暗示着这个主人翁啊，她就是一个青年的女子啊。然后呢有一个字眼大家要注意，愁啊，怎么去写愁的？这个愁字它是怎么写的？柔肠一寸，是柔肠啊，一寸柔肠里面就有千缕愁，可见愁之多，对吧？为什么会有愁啊？因为惜春，而春又去了，是吧？又离开了，何况呢又有催花雨，又下了雨啊。那么惜春是起因，愁是词眼，那也就是说这首词它的一个最想表达的就是愁，愁的根源惜春是表象，仅仅是惜春吗？我们看一下下片，已变阑干啊，这种凡是已变阑干的都是在那百无聊赖，是不是啊？只是无情绪，无情绪，无什么样的情绪啊？没有好情绪，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这个宋词里面经常看到无情绪啊，没有什么情绪啊，我们现在的情绪可多了啊，开心了啊，发愁了，是不是啊？愤怒了啊，欢乐了，那么这个情绪其实就是好的情绪啊，好的情绪。人何处，注意啊，人何处，仅仅是惜春吗？主要还是干什么？是怀人啊，是怀人。连天衰草，那么这个衰草连天实际呢就是借以渲染那种愁，是吧？我们知道啊，贺梅子啊一川烟草，是吧？那么衰草连天实际呢啊也说这个芳草，这个草的颜色是青绿色的，而那个王孙公子他们在刚刚踏入仕途的时候，那个读书人刚刚考中了进士当官的时候，对吧？嗯，那穿的那个衣服的颜色和这个草的颜色是相近的，是吧？所以呢连天衰草，看着这个草都衰了，是吧？嗯，那么实际呢就是想念那个王孙公子心目中的啊那个意中人，望断归来路啊。那个路怎么能望断呢？是不是大家奇怪不奇怪啊？啊，这个路怎么能望断呢？望断是什么意思啊？哎，其实就是望到不能再望，就是看到视力的极限啊，所以叫望断，也是极目而望，叫望断啊。你不要有些朋友呢喜欢这个咬文嚼字啊，那个路都让他望断了，怎么望断呢？眼那么厉害，带激光呢，是不是啊？对，望到视力的尽头，不是望到路的尽头，而是望到视线所能达到的极端啊，极端。同样的还有目断，对不对？哎，目断。那么我们还有那个魂断，是吧？魂断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也就是说那个魂啊，魂魄已经干什么了？完全不由自主了，全身无主。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断呢？梦断啊。什么叫梦断呢？梦断其实呢就是说梦被打扰了，
做不下去了，从梦中惊醒。对，从梦中惊醒啊。那么这里其实呢，就是写一个青年女子怀念在远方的意中人，对不对？它是一个归怨词，归怨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一首，这是姜夔的一首词。丁未冬过吴淞作啊，首先丁未它是我们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啊，一个甲子为一个循环，那么一个循环是60年啊，我们知道天干10个，地支12个，10与12分别相配啊，甲子啊乙卯是吧，挨着去。对，丁未日和丁未冬不一样啊，丁未冬这个丁未指年啊，在这里指年，冬是季节，然后过吴淞作，过吴淞是作的原因。对，吴淞就是我们现在吴淞口啊，那么就在太湖的东边。燕燕无心，注意啊，别读成燕燕，燕燕为什么要读成燕燕呢？指北方来的大雁，燕地来的大雁啊，这个字读平声，燕燕无心。无心呢，没有什么啊愁，没有什么乐，就是没心没肺，得燕照大地啊。这个北方的大雁没心没肺的飞着，实际呢，也就是说啊，悠闲自得的飞过来。太湖西畔随云去啊，他们从哪飞过的？从太湖的西畔，不是燕子啊，读燕。那么你首先要注意，这要呼应这个冬啊啊，对，无心有点难听。实际呢，也就是说他没心没肺的，没有什么心思，没有什么苦恼，没有什么烦恼啊，随着云啊飞到南方去了啊。首先是写景，写着这个景其实是呼应这个冬，写出吴淞口啊他们那么冬季的一个特有的情形啊，太湖西边啊，那个空中的大雁在云中啊穿云而过，对，没有心机。数逢清苦，然后又写出几座山峰。清苦是什么意思呢？啊，清苦其实就是啊，萧瑟啊，就是说比较就是没有什么，树叶都落了是吧，那么到了冬天啊显得比较的萧条啊，枯瘦对吧，清苦。那么这里就把这个树峰，把山峰干什么了？拟人化了，对不对？几个山峰就像几个老头子一样啊，商略黄昏雨，那么这是一个小难点啊。商略黄昏雨是什么意思啊？商略就是商量。那有几座山峰啊，闲着没事啊，几个糟老头一样，在一块商量商量，是不是黄昏要下一场雨？也就是说天阴沉沉的啊，这个云压在几座山峰上，那么山峰好像啊要再商量要不要黄昏下点雨啊，实际就是说是一个雨前的一个情景。但是被作者呢就写成了什么呢？拟人化，连烟燕也拟人了是吧，连山峰也拟人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诗词的啊另外一个语句清灵的
一个表象。经常我们说这个词啊，一定句子要清灵，好多朋友都不理解，怎么能让它清灵呢？啊，就是怎么让它有种飘逸之感，就是不要完全写实，对吧？就是说你要写大雁从空中飞过啊，这个句子就太平淡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烟雁写成人的一个啊，就是视觉起效果，是吧？啊，那北方的大雁无忧无虑啊，一点也不管人的情感，是吧？他倒是悠然自得的沿着太湖的西畔随云而去，扬长而去，是不是啊？然后呢，有几座山峰落进了啊树叶，是吧？山上的树都枯萎了，是吧？是那个落树叶子都落了，是吧？几座山峰啊很萧条啊，那么天又阴沉沉的啊，几座山峰凑在一起，好像要再商量啊，是不是黄昏的时候下点雨啊？冬天江南下雨正常，冬天下雪才是不寻常啊，江南下雨冬天是很正常的啊。第四桥边啊，这就是太湖西太湖东岸的第四桥，是一个地名。你共天随住，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天随住，这里面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个天随这个典故啊，哎，那这一句就不好理解了。这个天随是谁呢？大家知不知道啊？查一查这个天随，天随是谁的啊一个介称呢？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陆龟蒙啊，陆龟蒙。那么作者在第四桥边前面省略了一个主语，谁站在第四桥边啊？你共天随住，这里面少了一个主语，是第一人称的主语还是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呢？其实就是人物出现了啊，是我站在第四桥边，我打算和谁一起住呢？和陆龟蒙，对，住在了一起，因为陆龟蒙曾经就住在这里啊。今何许啊，我想和陆龟蒙在一块儿啊，去居住，找他聊聊天，但是呢他现在又在哪里呢？凭栏怀古啊，这个栏就是那个桥的栏杆啊，第四桥的桥栏杆啊，站在桥栏杆旁怀古啊，桥栏，对，残柳参差舞。为什么说是残柳啊？因为到了冬天嘛，树叶子差都落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残柳它其实和这个树风清苦它也是相呼应的，对吧？对，天随子。陆龟蒙是唐代的诗人啊，对吧？哎，那么姜夔呢是宋代的词人啊，当然是前人了，对吧？嗯，那么其实呢是来到吴淞口啊，姜夔想念谁了？想念陆龟蒙了，希望能像当年的陆龟蒙那样隐居在这里来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呢天随子呢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啊？所以只有在怀念他啊。这首词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作者对这个第四桥这个地方的一种喜欢，打算在这里隐居，学习谁呢？学习天随子，其实就是陆龟蒙。那么表达了作者的啊，一个是喜欢这么样一个地方，吴淞口这么一个地方，
第二呢，也把自己比作谁呢？比作天水子，就说他的心情就是像陆龟蒙一样。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到天水子？其实就是作者把自己比作了陆龟蒙，比作了那个热爱大自然、希望有一个安静的隐居的生活的陆龟蒙一样的人物，是不是啊？嗯。大家来看，他这首也是啊，上片四句，只有第一句不押韵，其余的三句都押仄韵啊，都押仄韵。然后下片五句，第一句不押韵，然后下面的四句都押韵，而且一韵到底，全词都是一个韵部啊，都是仄韵。好，我们来看这个冯延巳的，其实写这个词牌最早的啊一位词人就是冯延巳啊，五代的冯延巳。音律微红啊，音律微红，首先就是写出这么样一个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啊？绿意成荫，围绕着什么呢？红花，也就是绿叶围绕着红花，实际这是一个环境描写啊。孟琼家在桃源住，孟琼实际呢就是啊人物。这个叫孟琼的歌女家在哪里住啊？在桃源住。那么这个她住的地方比作，对，不是绿肥红瘦啊，映绿微红啊，许孟琼，对。那么在这里孟琼也不是实指，而是一个介指啊，借许孟琼来比这个歌女，其实就说这个歌女啊太漂亮了，就像当年的啊许孟琼一样。实际呢桃源也不是实指，而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这孟琼家住的地方，对，住在像桃源一样的地方啊。桃源其实就是桃花源，注意呢这个源是源头的源，不少朋友呢粗心大意，往往桃源的源写成花园的园，那就错了啊。这是介绍了孟琼的啊环境。画桥当路，然后对着他家的路的是一座画桥。什么叫画桥啊？桥上带着雕刻的画啊，那么这个桥它就比较讲究了，是不是啊？桥最主要的目的是交通，但是它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画呢？那就说明这个桥啊它建造的啊档次比较高啊，有装饰，对，有落花。临水双珠户啊，靠在水边有对开的大门啊，也就是说古代人的门啊它好多都是单扇门，但是这个孟琼家呢它不是单扇门，它是双珠户，那也就是说比普通人家那是完全不一样，对吧？双开的，对，红漆大门，那一般人家哎搞个单扇门就不错了，而且它还是朱红的大门，对吧？嗯。柳径春深啊，顺着啊柳栽门两边栽上柳树的小径啊，走在深春，就是晚春，是吧？行到关情处，关情是什么意思？把情给关起来吗？关情就是动心的意思啊。
走到让人动心的地方。那么实际呢，这就是景，这个景随啊，人的啊脚步是吧，在转换。平不语啊，平是什么？皱着眉头不说话，一平风絮，他的心情就像风中的柳絮一样，说变就变，说来就来，是吧？吹向廊边去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就是皱着眉头不说话，只是把那个身边的那个柳絮吹到啊他的那个廊边，就是他的那个意中人身边的啊。那么这句是不是还可以其他的理解？一平风絮，实际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他心想，如果我要能随着风中的柳絮去一样，让风把我吹到廊边去，多好啊。哎，大家觉得哪个理解好？是刚才的理解好，还是现在的理解好？一平风絮，第一种理解啊，就是说想把这个身边的这个风中的柳絮吹到廊边去；第二种是想自己随着风絮吹到廊边去啊。对，第二种好，对吧？所以这个有些这个词啊，有些句子啊，我们要多动一点脑筋啊，多动一点脑筋，对吧？嗯，一平风絮，那么心想，我就随着那个风絮，风中的柳絮，这其实呢也是一个闺怨词，是不是？都是这个冯延巳啊开了这么一个头，所以这个词啊，大部分的词开始的时候都是写啊闺怨啊，哈哈哈。我们看这一首是叶梦得的啊，绍兴乙卯，哎，刚才我们说甲子，就来个乙卯，是不是啊？登绝顶小亭啊，首先就是啊，他这个词名啊啊，他其实就是介绍了写这首词的背景啊，地点在哪儿？哎，在绍兴。然后什么时间？乙卯年，干什么事啊？登绝顶小亭啊，绝顶就是山最高峰的啊一个小亭子，其实就是一次游玩啊，一次游玩。那么我们看他怎么写这次的游玩的。缥缈微亭啊，什么叫缥缈啊？缥缈就是隐隐约约，若有若无。那个亭子高不高啊？很高。远不远？远啊，远远看去若有若无。为什么呢？云烟环绕，有时候被云雾给挡住了，是吧？嗯，又高，是不是？危就是高，危楼高百尺，是不是？李白的那首，我原先的理解，这个危啊就是很危险啊，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危房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啊。危就是高的意思，不是说啊有危险的啊。笑谈独在千峰上，笑谈啊，又笑又谈啊，给谁笑谈啊？又一个独字，我一个人在千峰上笑谈。对，一个独和笑谈，乍一看有点矛盾，是不是？与谁同赏？
哎，对，我笑谈和谁笑谈呢？万里横烟浪啊，和那些烟浪哦，在笑谈，是吧？那么上片其实就写着一个无聊的老头，是不是啊？爬山去了，爬山去在那自言自语啊，和烟浪在那地方聊天啊。老去情怀，老去就是老年的情怀，游坐天涯想啊，我还坐天涯想，就是说还想有这个很远的志向啊，就说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是自己并不服老啊，脸谱老爷尚能饭否，是不是啊？那希望自己虽然感觉到自己年纪大了，但是呢还做天涯想，其实就是还想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不是啊？哎，空惆怅，白白的惆怅啊，老了呢怎么就老呢啊，少年豪放啊，想当年年轻的时候自己是多么豪迈，多么奔放，那么希望我们现在的少年莫学衰翁样，不要学我这个糟老头子这个样子，我不能这样啊，我还要豪放起来，我不能啊像现在这样自觉得自己老了，然后呢啊什么都是暮气沉沉的，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就是有一种不服老的这种情怀，是吧？登上高峰，是吧？就有点像那个谁，杜甫他在登泰山的时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不是啊？那么也有一种豪迈，那么少年时期的豪放又重新啊拾掇起来了，然后呢劝告自己，对，不要做一个糟老头子那个样子，是不是啊？还得打起精神来啊，还要拿起少年时候的勇气来啊，这首词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篇啊，这是汪藻的啊，新月娟娟。新月娟娟，这是写景的，是吧？娟娟就是美好的意思啊，小月一拉啊，玲珑剔透的挂在这个夜空中。夜寒江静山险陡，那么在这里这个陡它有这样几个理解啊，指北斗星南斗星，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说北斗星啊，那个勺子星，是不是啊？那七颗星，然后呢那个勺子在这对着的五倍的距离的啊，就是北极星。那么其实呢除了北斗还有南斗，南斗在南天空有六颗星啊，南斗，北斗栏杆，南斗峡，是不是大家听过这句诗吧？南斗啊，有北斗有南斗。那么险陡，那么第三个理解就是星陡，是吧？山险陡，实际我觉得啊都是指星星啊，你别理解为啊这个陡是那个以前干嘛的哦，装粮食的，不是啊，这个陡就是指星陡啊，星陡。那么前两句是写景，夜寒江静山险陡，那么作者在这写景之中，你有没有透过他的景语来分析和测探作者的心情啊？夜寒江静山险陡，
么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什么心事，他会半夜起来吗？半夜起来吗？会不会？夜寒说明夜已经深了，是吧？将静有人玩吗？还没人玩，是不是啊？静静的江边，而且那个南斗北斗都快要落了，也就是深夜了，是吧？写出作者的那种孤独的心情，对不对？有没有想到啊？起来搔首啊，大家注意这个动作，挠头皮啊，抓头皮。那什么时候搔首啊？对不对？搔首是什么意思啊？白头搔更短，昏欲不胜簪。大家还记不记得杜甫的这句诗啊？为什么要搔首？发愁啊，对吧？发愁了，眉影横窗瘦啊。那么眉影横窗瘦，其实呢，呼应着夜寒，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家以后写词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前后都要相互的呼应啊。我们很多朋友在写的时候，上面啊星星满天啊，啊又是月亮，又是怎么圆怎么亮，然后马上啊又是雨下的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啊？啊前后它就自相矛盾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缺乏一个总览全局的能力。而且呢，我们在造景的时候啊，造景的时候一定要身临其境，对吧？别造了一句，其他的句子都跟不上了。一定要把自己设置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去想，而不是造一句然后换一个地方再造一句，然后前后自己打架了，对不对？眉影横窗瘦，大家来看是什么季节，梅花都开了啊。当然这也可以是梅树，对不对？梅树，对吧？啊，好个霜天啊，好个清冷的霜天啊，啊，这么好的，这么一个清凉的，对别人来讲是寒冷的，是让人清瘦的夜晚，但是对作者来讲是一个好个秋天啊，天凉好个秋，天凉好个冬。那为什么说是好一个呢？其实就表达了作者他与众不同的一种审美，对吧？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宁静的夜晚，这么样一个新月轩轩，这么样一个夜寒江静山险陡的一个晚上，对自己来讲是值得独处的一个好时光。好一个霜天呀，闲却传杯手，只可惜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大家在一块儿喝着酒一起欣赏多好啊。啊，传杯手其实就是干什么？大家举杯一起享乐。那么我的手本应该拿着酒杯的，但是呢，好的好的，现在闲着了，是不是啊？君知否，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写这首词？君知否，这里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你知道吗？乱鸦啼后，哪来的乱鸦呢？都夜静了，是不是啊？夜寒将近，哪来的乱鸦？大家猜一猜，这个乱鸦是真的乱鸦，还是指耳边的那些烦躁的声音，身边的那些令人烦躁的人？
对不对？乱鸦啼吼，这个很有意思啊。哪来的乱鸦呢？对，那些小人，那些奸佞，他们啊聒噪，也就是说在被那些小人啊所诬陷，所这个所使啊谗言，各位，归性浓于酒，本来该喝酒的，但是呢我现在是想起了什么呢？归性，想家了，对不对？这么一个美好的夜晚，这么样一个孤独的夜晚，我在朝廷中被一群乱鸦，对，所陷害，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当官了，我想回家了，我想像陶渊明那样，是不是归去来兮啊？好，我们休息五分钟，来来，有没有歌曲放一首啊？把往事熬成药，一秋风雨尽苍天，从此无年少。我为月亮借花梢，再听秋风诉情长，一段芳华煮清欢，琐碎了平凡。心事锁进了眉梢，漫漫雪会弯下了腰，心中远方的遥，脚下是险滩泥沼，头顶眼前谁负了岁月静好，酒叹平生，把往事熬成药，一秋红军啊，洒
接着来看这一首王宇琛的感性啊，感性这个字秋兴应该读兴啊，有感而发叫感性。雨恨云愁，雨仿佛都带着恨，云仿佛都带着愁，即使是啊有恨雨有愁云，江南依旧成佳丽啊。那么也就是江南这个地方真好啊，即使愁云密布，即使雨就像恨一样啊，但是江南是真美啊，仍然是佳丽之地啊，对，不改江南的这么一个美。那么首先是写景，那么在这里情景交融啊，情景交融。雨为什么带着恨？云为什么带着愁？雨哪来的恨？云哪来的愁？其实呢，就是借雨借云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恨那种愁。当然这个恨是怅恨，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怨恨啊，是怅恨啊。即使我看着雨，好像他和我一样在愁；我看着云，他好像和我一样愁。雨带着恨，云带着愁，都是作者借着云和雨来发扬、发表个人的情绪啊。水村鱼市，一缕孤烟喜。那么哪来的孤烟呢？对，抒发自己的情感。这个孤烟应该是炊烟啊，一缕炊烟，又轻啊又细。那么上片写景，即使我心情不好，但是江南的景是真美啊。哪怕是愁云密布啊，下着小雨，仍然不改江南的美。在水村鱼市，一缕炊烟啊，袅袅升起，是不是以写景为主？不是啊，没有豁然开朗，他这个恨和愁不是白写的，哈哈。那么我们接着下来看啊，不着急，也就是说你要想真正的了解词的内容啊，作者的目的，得把它读完啊。天际真红，天际真红，就是天际是什么？天边，际是边的意思啊，横无际涯，对，天际就是天边。真红呢，就是指啊飞行的大雁。为什么叫真红啊？因为大雁的迁徙路程遥远，是吧？所叫真红。遥刃行如坠，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刃字。刃并不是说认得，而是望，遥刃
在这个宋词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啊写法，怎么用了个任字呢？就是远远的去望它啊，任取，实际就是望取，遥望它形如坠，也就是大雁一只接着一只，所以呢就好像啊连缀在一起。实际作者写大雁形如坠都在啊回家了，哈哈哈，对。那么你有没有想着过片的这两句为什么写天际真红？其实就是写自己啊，自己就好像离开家如坠，就好像连坠在一起，就好像那个竹子穿在一块叫坠啊，一只接着一只，对吧？那么一只只的大雁从天边飞过来，其实呢就好像自己啊，自己就好像一只大雁现在离开自己的家很远很远，是吧？人家一只一只都飞着回家了，我连一只大雁都不如，所以恨是什么？想家了，对不对？大雁都能回家，而我呢不能回家。那么王禹成为什么要这样写？对，大雁还有伴儿呢，哈哈。王禹成一直啊考上进士之后没有当过什么大官啊，三天两头的还当不上官啊，今天贬掉了啊，明天呢啊又做了最多呢做了一个知州啊，实际就是一个县官，七品县令，所以呢当了也没有意思。平生事啊，其实他说的平生事就是一个功业啊，我这一辈子啊怀才那么啊高，居然呢落到自己身上只做了一个知州啊，也是最高也就做了个知州。平生自以为自己很有能耐，但是最后呢落到现实中也不过是一个小官，芝麻小官啊。此时宁帝啊，宁帝，帝在这里指视线，此时宁帝啊，把视线集中起来啊。现在厉害了啊，现在的县官，那以前的人少啊，对不对？以前的一个县才管多少人啊，还没有现在一个镇多呢，对不对？现在一个镇啊，一个大一些的乡镇都十来万人，那么以前的一个县呀，也就是五六万人，六七万人，以前哪有现在人多呢，对吧？所以以前的县令其实呢那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乡长，一个镇长，镇委书记，是不是啊？所以官应该不算很大啊。谁会凭栏意啊？会领会理解，谁又理解我站在栏杆远望的心情呢？啊，那么实际这个心情是什么心情？这个意到底是什么意，对吧？那其实就是怅恨愁。为什么怅恨？为什么愁？因为平生事啊。你说让我当个官也行，你起码让我当大一点呀。哎，即使当的官不大，你让我天天开心呀。哎，即使不开心，你能让我随时回家呀？不好意思，都没有啊，就叫你当这个窝囊小官啊，就让你三天两头的被贬，就让你啊一个高才，就让你当一个小官，你能咋地？所以呢他最终的原因还是平生事。那么天际真红写出他的孤单，对不对？不如意，对吧？所以就有了愁，有了恨。这是王禹成的啊一首词，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出他写的非常的清丽啊，水村于市，一缕孤烟细，写出了江南这个雨天特有的风貌，对吧？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但是呢很少读他的词。这个人叫读什么，这个字读什么？林不啊，林不，林不就是那个梅妻鹤子的啊，林不。大家去过西湖玩吧？去过西湖玩，到过小孤山吧？到过小孤山，知道那个孤山种的梅花是由谁开始的吗？啊，就是这个林不啊。那么再说一个名字叫林和静，你应该知道了，是吧？再说一个词语叫梅妻鹤子，你应该知道它，对吧？那么对于他的词，我们今天呢啊也看一看。金谷年年，提到金谷，你能想到什么？是不是能想到石崇的西晋时候有一个大富豪叫石崇，他的一个奢华的别墅，对，绿珠啊。当然这个这里面和绿珠没关系啊。那在这里，当时征西将军祭酒叫王许。哎，对了，我们现在不谈绿珠，也不谈豆腐啊，哎，我们谈这个在金谷园里面，他曾经做过一件事，给一位将军祭酒叫王许的做一个饯行啊，在这里做一次饯行。所以这个金谷啊，后来就成了送别饯行的一个代称啊。注意啊，这个金谷啊，大家记住，它不再是啊金谷园了，而是代指送别，就像南浦啊，就像那个什么灞桥，对不对？都成了什么送别的代名词啊，送别的代词啊。那么在送别这么样一个地方，那么年年胡乱生长的春草，春色在这里指春草啊，谁为主？那么谁是他们的主人呢？对吧？谁是他们的主人呢？那么这个乱生春色，春色不光指春花，也指春草春柳，对不对？就是春天的景色。那么这些澎湃生长的、澎湃冒出的这些春花、这些春草，它们的主人是谁呢？那么这一句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送别的地方，那些春花春草都是无主的，对不对？它们在啊随意的生长。余花落处，什么叫余花呢？剩余的花其实就是残花啊。那么也就是说，作者写的这首词啊，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啊？到了暮春了。余花，多余的花吗？不是，剩余的花。所以呢，余花其实就是残花。满地鹤烟雨，也就是说，那么剩余的这些残花落下的地方都在落了满地，混合的烟雨在一起。那么其实呢，这是一首送别词，对不对？金谷年年，那么自从石崇之后，那么这些花、这些草、这些柳再也没有主了，对不对？以前金谷是石崇的主人，石崇当主人，那么石崇之后好像这些春花春草都没有主人了。那么残花落下的地方，
满地都是那些花瓣和烟雨混杂在一起，是吧？那么其实呢，这其实就是交代了送别的环境，对吧？送别的环境。又是离歌啊，交代了这次的送别。前面是写景啊，下篇呢有叙事啊。又是离歌，哎呦，唱着分别的歌。一阙长亭暮，一阙歌唱下来，十里长亭已经到了晚上啊，到了傍晚。王孙去啊，那么这个王孙是谁啊？是皇帝的孙子，王的孙子啊。后来呢又泛指那些高干子弟，后来呢又泛指那些青年才俊。所以这个王孙最初的意思其实就是皇帝的孙子啊，皇帝的孙子。后来呢高干子弟，再后来呢那些读书人，那些青年才俊。去是离开，七七五数，七七五数它的主语是什么？什么七七五数？王孙七七，大家能想到一个共同的特征吗？对，草，草。东南北东西路啊，然后王孙离开之后，只剩下七七无数的草，布满了南北东西的路。对，乱生的春色，对吧？那么这首词其实就是送别词啊，上片以石崇为将军祭酒王许送行来代指自己这次和朋友的一个送别啊。王崇走后，那这些春色都没有人做主人了，谁是他们的主人呢？但是呢这次好像我临时当了一个主人。花在落，落满了地，混合着烟雨在地上混杂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这次又是一次分别了，又是唱着别离的歌曲，一曲唱完啊，十里长亭已经到了傍晚，你就要离开了。而那个草啊，无数长得茂密的草啊，布满了天涯，布满了南北东西的路边。实际呢这是景语，但是又是情语，写出了啊对朋友离去之后的荒凉，内心的荒凉，景的荒凉也是心的荒凉，是不是啊？借景的荒凉写出心情的荒凉啊。我们来看这一首，这是吴英的《市灯夜初晴》。市灯，古人在元宵节啊非常的重视，那生怕到时候这个元宵节的这个灯光不好啊，所以提前要试一试啊，提前试一试。那么从除夕就开始试啊啊，看看今天，现在这个南京也是啊，大家有没有过年在南京啊玩的？从春节前啊，在那个秦淮河边啊，在那个老东门，在那个乌衣巷那附近，就开始有了什么市灯，那个元宵的氛围啊就出来了啊，包括那个白鹭洲公园啊，就开始市灯了，提前一两个月啊。包括那个到了那个文庙，就是那个夫子庙那个地方啊，到处都是啊，有那个元宵节的味道了，所以叫市灯。
那么不一定是元宵节前一两天，有可能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试了啊，大家渲染了一种过节的氛围啊。试灯夜初晴啊，刚刚晴，连下了多少天试灯也看不到，哈哈，一下雨也试不成了。哎，这今天倒好，这一夜呢天放晴了，是吧，卷进愁云啊，天上的那些云被风给卷进了，那实际就是说那个雨就下不起来了，是不是啊？因为是初晴，所以是卷进愁云啊。那么其实呢也是作者的愁，不是这个愁原来是作者的愁，现在呢被卷进了，还愁不愁啊？不愁了，不愁。但是之前愁不愁？之前是愁的，所以这个愁云，对，现在不愁了，但是之前是愁的。你仅仅是因为下雨愁吗？你要光理解为是因为下雨愁，那你理解的就有点啊单调了，是吧？这个愁它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这就需要我们啊把这首词读完啊，把它读完来理解。素娥林夜新梳妆，素娥，谁是素娥啊？啊，其实就是月亮啊。到了晚上，也就是说林夜新梳妆，因为是这个雨一直白天都在下，结果到夜里面啊，林夜快到夜晚的时候，到傍晚的时候天才晴，所以呢说这个月亮快到夜了啊，夜晚的时候重新梳妆了，是吧，梳洗，新梳洗，这里面就一个拟人了，把月亮拟人化，是吧，而且又交代了天气的变化啊，天气的变化。暗沉不起，为什么暗沉不起啊？平常的那些灰尘啊，那时候没有柏油路，也没有水泥路，那就是土路啊，那么平常会不会有一些飞尘啊要飘起来呢？对，它呼应着初晴，它呼应着卷进愁云，它又呼应着林夜新梳洗。哎，这个地都被雨水给打潮了，打湿了，苏润凌波地，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了，是凌波地。为什么说凌波地呢？凌波写的是谁呀？谁凌波呢？先看到凌波这个词儿，你能想到谁啊？我们就看这两个字，你能想到谁啊？凌波地，对，想到洛神，想到洛神。那么也就是说，当那些美女，像长得像洛神一样的女子经过大街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地上还带着疏润的雨水，是吧，一点飞尘都没有。那也就是说去看市灯的那些女子美女们多不多啊？很多啊，是不是啊？长打扮的像天仙一样，对吧，浮匪。哎，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啊，地面上还是潮乎乎的，是吧，一点灰尘都没有。其实呢也是暗中写这个市灯夜的热闹，也是暗中去写，注意啊，埋下了一个什么伏笔，凌波地，自己内心意中人，对不对？意中人也是个美女，对吧？碾路重来，为什么是碾路啊？皇帝乘的车子经过的，那就是这条路是皇帝经常出行的路啊，叫碾路。那么作者写的碾路重来，我们大家应该猜出作者写的是哪个城市？
能不能猜出来哪个城市的市等也？猜一猜，京城，哈哈，再具体一点，洛阳、黄都、开封、北京、杭州，对，一片月说的对，杭州。武英主要是生活在南宋啊，对吧？不是汴梁，汴梁是北宋啊。杭州，对，哎，杭州。那么这次我们知道武英生平有两个女子啊，一个是在苏州的时候啊有一个相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那个女子给遣退了，后来呢又到了杭州啊，又到了杭州。那么今天我到市灯夜来看天空上那些愁云一卷而尽，然后呢月亮到傍晚的时候才刚刚开始换上了新装，那个雨才过去，天晴朗，而这个月亮显得格外的清新，是不是啊？然后路上当那些女子们说说笑笑啊经过的时候，路上一点灰尘都没有，地上还是有些湿润的。那么下片交代了背景，交代了背景，这件事情发生的什么原因呢？我重新来到这次啊大马路或者是京城的主干道啊一马路啊，来到了一马路，撵路重来，实际是交代了自己这次背景啊，仿佛灯前世，那么又引入了回忆，回忆前世就好像发生在眼前啊，来到了故地重游，又想到了故地的故事，回忆当年灯前世啊，当年也是在啊元宵节的事情如水啊，两人情如水，那么认识了这么一个凌波的仙子，对不对？他在杭州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子，对不对？所以说两情如水，小楼熏被啊，在他的小楼里面盖着熏香的被子，春梦笙歌里，这三句其实都是回忆过去的啊，是他在杭州的一个歌女吧，吴英一生两个女子，一个是苏州的，一个是杭州的啊。那么现在还能找到他吗？能不能大家猜一猜，看看这个字还能找到他吗？能不能找到他？卷进愁云，为什么愁的？那个人找不到了，对不对？那么看到别的女子在这个市灯夜啊说说笑笑，让作者想起了前情，对不对？哎，那么春梦笙歌里，在笙歌里自己想到了过去啊，其实你看他就是讲一个故事，所以写词不难啊，你看他的上片其实就是写景啊，写眼前之景，由眼前之景啊介绍了背景，为什么要写眼前景？因为我重新来到啊皇家大道，是不是啊？然后又想起了当年的事情，两情如水，在小楼熏被里面，是吧？然后呢在笙歌里自己的春梦被惊醒了，对吧？对，回忆当年的家人，那么今天的愁苦啊，过去的欢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对吧？强烈的反差。好，我们来看燕姬道的这首啊，花信来时。什么是花信呢？就是
每一种花当它要开的时候都有一些征兆。春梦笙歌里实际就是说在笙歌里想到了过去的春梦。花信一般后面加一个什么字，大家猜一猜，花信后面喜欢加一个什么字？花信来时，花要开的信息，你能花信子、花信报，哈哈哈哈，再猜，再猜，再猜，看有没有朋友能猜出来，花信无，哈哈哈。你试试加一个风，花信风，啊。对，加一个风，花信风啊。对，花要开的信息来的时候，实际就是那个风，它不同的花开的时候，风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风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花信来时就是花要开的时候的风吹来的时候啊，春风。对，恨无人似花依旧，但是当春天的花要开的时候，春风暖洋洋的刮着的时候，却让人怅恨没有人能像花和过去一样。也就是说花又开了，但是人呢却不在了，对不对？哎，物是人非。对，花信来时，花开的信息来的时候，但是却没有那个人能像花那样守信，对吧？依旧像过去一样守旧，对吧？嗯，又称春兽啊。什么是春兽啊？因感慨惜春而兽。春兽，折断门前柳啊。那么大家看一看上片，谁恨无人似花依旧？那么这个主人公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对，谁？主人公，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主人公，男的。对，春天的花又要开了，但是我却很怅恨，因为人没有来，不能像花一样，哎，守信。我在春天中瘦了，瘦弱起来，是吧？折断了门前柳啊。这是上片，上片的主人公，哎，憔悴的。我们看下片。天雨多情，这个老天呀，为什么要给人一个多愁善感呢？为什么又不能让人长久的相守在一起？这老天爷真可恶，为什么要让人啊有那么多的情感，有那么多情善感，而且偏偏不让人啊有情人长久的相守在一起呢？纷飞后啊，纷飞后，劳燕纷飞，是不是啊？啊，也就是分别之后，纷飞其实就是分别。酒痕喝酒啊，那个泪痕喝酒，泪痕啊，眼泪啊，落到酒里面，然后呢？又落到了哪儿？沾了双螺袖。那么沾了双螺袖，大家猜一猜，这个螺袖的主人公是男子是女的？啊，对，是女子。那么这是作者的猜想。天雨多情，不与长相守，是对男和女双方的一个总结。
一个总喜，过片这两句是一个总喜。为什么老天爷我们俩啊都是多情的人，但是却不让我们俩长久的相守在一起呢？我猜想自从分别之后啊，泪痕和酒应该沾了你的双螺性，是不是？这是作者的想象啊，也就是煞尾的这三句它是作者的想象。那么通过想象啊，就把时空给展开了，是不是啊？这也是我们好多朋友在写词的时候很难做到的，也就是打不开思路。经常有朋友说我没词了，实际不是你没词了，而是你没有把这个时空给转换过来，把你的想象力发挥出来，没有把你的联想和想象的能力展示出来，对不对啊？如果你能从这里面学到东西，那么你以后就不会再说我没词了，对不对？哎，这是想象啊，想象对方的情况。好，我们看下一首啊。这段门前柳是眼前啊，是现在。这是苏轼的一首《点绛唇》啊，闲倚胡床啊，这个就是闲着没事靠在胡床上。那么这个胡床是什么东西啊？啊，有可能是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沙发之类的啊。闲靠在胡床上啊，马扎啊，也可能是马扎。愚公楼外风千朵，嗯，愚公楼这是一个典故。余亮曾经在武昌的时候啊，建造一个楼，干什么呢？赏清风明月。所以这个愚公楼是一个典故。作者在这里为什么要用愚公楼外，而是把自己比作谁？比作余亮啊，比作余亮，这是把自己比作那个愚公，实际就是自己在楼外看着千座峰啊，千座山峰。那么也就是说，我每天闲着没事就干什么呢？啊，就做个马扎啊，看着这个坐在这个楼上看着远处的山。实际这是苏轼写作的这个背景，就是苏轼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写的啊。你看看杭州附近是不是有啊千百座那个山峰呢？啊，与谁同坐啊？这是用了一个问句，我和谁同坐呢？一起看呢，明月清风我，与谁呀？没谁呀，只有明月和清风，再加上一个我，哈哈，实际就是我自己。但是呢，这里就把明月清风拟人化了，对不对？把它谁实际是人啊，那么明月清风都拟人化了，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明月清风成了我的朋友，把明月和清风是吧都看作和自己是一样的啊人物。别称一来，别称实际呢是这个他的一个朋友叫什么，叫袁毅吧，啊，可能叫袁毅，来到杭州当了一个副太守啊，叫周翠啊，或者就是副官，也相当于一个书记，一个市长，也就是说，这个袁毅是可能叫袁毅，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啊。你这么一来，别称，为什么叫做别称？别称也叫别驾啊，是官名，就是当地的一个副官叫别驾，
人说当太守出行的时候，他不和不和太守坐同一辆车子，而是另外给他备一辆车子啊，所以叫别乘啊。你一来有唱须应须和啊，你要有唱我就得有和，唱和什么叫唱和啊，就是你要写一首诗我得来和诗，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我们俩有唱有和了啊，我们现在俩我得不孤单了啊。还知吗？你还知道吗？你可知道，自从天各，自从天各你少了一个，省略了一个宾语，自从添了个你，风月平分破，本来是我一个人享受清风明月的，好了你一来啊，一人一半了，对不对？你给我平分了，也就是说实际就是说你一来我们俩一块儿来欣赏清风明月，其实写两个人啊关系非常好，对不对啊？自从你一来我们俩我也有了朋友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美好的杭州的山水被我们俩瓜分了啊，写自己就是对这个副官的啊这么样一个就是认可，是吧？两个人情投意合，是吧？这首词能看懂了吗？哎，友情能看懂了吗？嗯，如果我们不这样一字一句的去分析啊，啊，可能下片好多朋友就不一定能那么很顺畅的去理解啊。好，我们看下一首，这也是苏轼的《红杏飘香》。首先有一个主语是杏啊，红杏啊，杏花飘香了，杏花确实很香啊，杏花真香。有一次我那是刚刚过了元宵节啊，刚过了元宵节，去几个朋友说出去玩去啊，实际在家里面啊很闷，结果到了一个山里面，人家那个杏花就开了，哇，那个香气啊，离很远，大概有20米啊，就闻到了。那个是那个树很大，红杏飘香，这是到了什么季节了啊？然后柳寒烟翠脱青缕，两个主语，红杏飘香，柳寒烟翠，然后呢拖着青青的思虑，对吧？写了春天的两个明显的物象啊，水边住户啊，在一个春天啊，来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水边一个红色的大门前，尽卷黄昏雨。那么这个帘子已经卷起来了，但是呢，你看到那个小杏花不香啊？下次找个香的看啊。杏花确实有香味儿，桃花的香味淡一些，梅花的香啊。尽卷黄昏雨，注意啊，有一个住户都在黄昏的雨中干嘛啦？啊，朦胧着，是吧？朦胧着，由这个自然之景，然后呢到居住的环境，是吧？由远及近。写出这么一个住户他的一个美好的环境，这个住户旁边有红杏还有烟柳，漂亮不漂亮啊，是吧？嗯，但是却在朦胧在笼罩在黄昏的雨幕之中，那么美的景，那么美的人，那么美的一个啊，院落却笼罩在黄昏的雨中。上片全部去写景，大家注意啊，有没有人物的暗示呢？有，快到人家了，是吧？住户
上片其实是回忆呀、啊，上片是回忆啊，这是作者的想象啊。作者实际人在哪儿呢？这是他想象的一幕，烛影摇风啊，在风吹着蜡烛的影子里面坐着呢啊，一枕伤春绪啊。那么也就是说自己睡在床上看着蜡烛的影子在风中摇动，然后呢自己睡不着了是吧，伤春归不去，回不去，归不去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地方。作者想象的景很美，那个人大家猜一猜美不美啊？那么美的景，又是水边，又是朱户，又是红杏飘香，又是柳寒烟醉托青侣，美不美的一个地方？那么美的地方，那个人美不美？你自己猜一猜，你想一想那个啊、陌上桑，对不对？那个写罗浮的时候，他为什么极力的去写他的气绪之美，他的衣着之美啊，他包括他的环境之美，是不是啊？其实都是为了衬托人物之美。凤楼何处，凤楼啊，那凤楼为什么凤楼呢？大家猜一猜，这个凤楼它和谁有关系啊？为什么叫凤楼啊？不是凤，你就猜是女人。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乘凤而飞的，一个乘龙一个乘凤的那个萧史和嫩玉啊，对不对？对，凤楼就是这个朱户，外面是朱户，里面是凤楼啊。凤楼里面的人在哪里呢？芳草迷归路，芳草把啊回去的路都遮住了啊。也就是说那个美女现在在哪里呢？我怎么去找她呢？其实这是一首思念之词，对吧？思念。上片是作者的回忆，下片是眼前，所以你要学会去判断啊。你不要说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读了几遍才知道的。那么现在就需要你，你也要读几遍，你也要能看出来上片不是眼前景，而是作者回忆或者想象的景啊，下片才是真的眼前啊。对，上片都是虚构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苏轼的另一首，苏轼的这一首，不如看一看这个秦观的吧啊，秦观的。我们来看一下秦观的，时间不够了啊，桃源啊，又来个桃源啊。秦观的这个桃源怎么写的呢？醉样轻舟，喝醉了啊，泛着轻舟，任谁啊这个小船啊自己去走，也不划啊。信流，什么叫信流？信就是任凭流水引到花深处啊。也说喝醉了啊，坐着一只小船，也不用人划，任凭这个水流把我引到了花深之处。这都是动作描写，是不是啊？啊，陈述这么一个经过。尘缘相误，因为我是一个俗人，是一个平常的人，所以因为平时的事物耽误了，无计花间住，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到花间啊，去留住，去欣赏。那么上片其实呢，就是交代了一个事情的经过。今天啊，我没事，
喝得醉醺醺的啊，泛着小皱，任凭着这个流水啊，就把我的小船和人引到了花深的地方。平时因为俗物太多，耽误了自己去和自然亲近，没有办法在花间留住，是吧？这是写这么样一个经过啊。烟水茫茫啊，烟水茫茫，这个简单是吧，不再说了。千里斜阳暮啊，眼前千里一大片，太阳就要落山了啊，暮色渐渐的笼罩过来，山无数啊，看到群山啊沐浴在傍晚的阳光之中，乱红如雨啊，这个花瓣啊纷纷的落下，在黄昏的时候，在晚霞之中，不记来时路，记不得怎么来。我们这个讲不完了啊，下面还有陆游的啊，王世鹏的啊，朱毅的，曹祖的，魏夫人的，张元干的，赵鼎的。行了，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眼看呢我们时间也到了，谢谢我们兰兰的这个陪伴放歌，谢谢各位朋友这个捧场，大家辛苦了，晚安。哦，还有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吧，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啊，阖家团圆，大家晚安，再见。